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弱化合物哈 A to B， 它的这个 A 的哈重量呢百分比是 60%， 那 B 当然就是 40%。那他现在问说哈，那么 A B two 的话，它的这个 A 的重量，那个各成分的重量百分比各为多少？我们知道说哈，这个 A to B 啊哈。A 是 60%，B 是 4%， 所以的话哈，它的那个原子量哈，就是那个3:4啊。为什么？因为 A2 是 AAB 嘛。哦，那 A 的话是 60%， 代表它有 30%， 它的话 30%， 啊，它 40%， 所以哈 ，A 跟 B 的原子量的比哈。是3:多少？3:4的，哦，它的原子量的比，好，那原子量我晓得以后的比我晓得以后的话，那么这个它的成分的话就多少呢？就是3:多少？那 B 是四，3:4+4。所以哈，那个 A 的重量百分比的话就是三哈，啊除以全部，全部是3+4+4。它，啊，乘以100%，这个是 A 的呢重量百分比，那这样算出来的话呢是等于多少？算出来的话哈，就是那个这是11的啊，300除以11，300的哈，除以11，这是27.27%，好，27哈点27呢 percent。大概是 27%， 所以 A 的含量是 A 的重量百分比是27啊，那 A 如果27的话，那 B 当然就73了，所以 A 的重量百分比是 27%， 那 B 的话呢就73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